现在念第十拉筋，拉筋，疼酸痛拉筋结果书第十一章，股四头肌的拉筋操，第编号064，跪姿式股四头肌拉筋操。步骤：单膝跪立，如有必要，手可扶靠东西以保持平衡。跪。对，然后把臀部往前推，动作诀窍，臀部往前推出的远近可以调整拉筋的强度。二，如有必要可以拿毛巾和垫子垫在跪地的膝盖下方会比较舒服。他现在是身体要保持直的，然后那只一只手是插是放在臀部上面，平的放。对。手是往前。对。那只手是平的放在这里。对。那这个地方是，这样。对。那个脚是脚背碰到地上。对。大概就这样。拉到的肌群，主要肌群是。侧肌、髂肌、股大肌、股直肌，次要肌群是腰小肌。为什么要往前这边推？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另外一只脚是可以打90度吗？对。它是主要拉这一条是不是？还是拉这一条？它画的就是主要是髂肌。那画这只脚的吗？跪的那只脚，他画的是在跪的那只脚，拉到跪的那只脚。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可以换垫。我觉得应该要用一个东西垫在下面。对。你那不是有那个吗？你这不是有东西吗？这个东西给你垫着。没关系。这不要了，这不要。然后，那我觉得，好，有助于修复哪些问题？髋屈肌拉伤、骨盆带的撕裂性骨折、尺骨炎、髂腰肌肌腱炎、大转子滑囊炎、股四头肌拉伤、股四头肌肌腱炎。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自行车健行、格速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野运动、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滑轮、武术、赛跑、竞赛项目、越野赛跑、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滑雪、滑水、冲浪、健走、竞走，可以配合练习的其他拉筋操，编号067。马下页117页065，站姿势，股四头肌拉筋操。步骤：单脚站立，一脚向后折，脚贴在臀部上，双膝并拢，同时把髋部往前推。来可以直接用。可以，好。手可以靠扶东西，保持平衡。动作诀窍：这个拉筋动作可以让膝关节及韧带承受过度的压力，不适用于膝关节疼痛跟膝带受伤的人。拉到的肌群主要肌群：股直肌、股内侧肌、股外侧肌、股中央肌、次要肌群、髂肌、腰大肌。然后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髋。屈肌拉伤、骨盆带的撕裂性骨折、尺骨炎，你可以摸一下我的动作。髂腰肌肌腱炎、大展子滑囊炎、股四头肌拉伤，对，股四头肌肌腱炎、髋骨疼痛症候群、髋骨肌腱炎、髋骨外翻，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自行车健行、格速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野运动、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
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排轮、武术赛跑、竞赛项目、越赛跑、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滑雪、滑水、冲浪、健走、竞走，可以配合练习的其他拉筋操，编号066。好，下一页，118页，握姿势，股四头肌拉筋操。步骤：脸朝向趴卧，将一只脚反折到臀部。动作诀窍：这个拉筋动作可以让膝关节及韧带承受过度的压力，不适用于膝关节疼痛及膝盖受伤的人。这样子吗？对。是脚膝盖不能。他一只手是放在前面的，然后上身有一点，上身有一点，这样子。不是。是折起来。对，那上身有点起来。上身有点起来。这样子。对对对。他有点，这个手它是弯子。他是要拉更近了，我拉不近了。OK。那那只脚呢？它是膝盖要并拢。对，膝盖，然后有，我刚念完拉到肌群吗？没有。拉到肌群，主要肌群骨直肌、骨内侧肌、骨外侧肌、骨中央肌，次要肌群是髂肌、腰大肌。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髋屈肌拉伤，骨盆带的撕裂性骨折，尺骨炎、髂腰肌肌腱炎、大转子、滑囊炎、股四头肌拉伤、股四头肌肌腱炎。髋骨疼痛症候群、髋骨肌腱炎、髋骨外翻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自行车、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运动、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排轮、武术、赛跑、竞赛项目。你要不要看看我现在做的？竞赛项目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滑雪、滑水、冲浪、健走、竞走，可以配合练习的其他拉筋操，编号065。你看我的手，这个地方是弯的，然后上身是起来的。OK， 好，下一个动作119页067侧卧式股四头肌拉筋操。步骤：侧卧，一脚向后反折到臀部，运拢双膝，再把髋部往后推。动作诀窍：这个拉筋动作可以让膝关节及韧带承受过度的压力，不适用于膝关节疼痛及膝盖受伤的人。拉到的肌群，你能不做？侧卧，脚已经麻了。拉到的肌群，主要肌群，骨直肌、骨内侧肌、骨外侧肌、骨中央肌，次要肌群是髂肌、腰大肌。我脚不动，我并不拢。脚是要膝盖并拢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就没办法。好，我做完了，你来看看。我知道那跟你仰趴着差不多。对，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髋屈肌拉伤、骨盆带的撕裂性骨折、尺骨炎、髂腰肌肌腱炎、大转子、滑囊炎、股四头肌拉伤、股四头肌肌腱炎、髌骨疼痛症候群、髌骨肌腱炎、髌骨外伤，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髌骨外翻是不是？髌骨外翻。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自行车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定向、越野运动、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排轮、武术、赛跑、竞赛项目、越野赛跑、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滑雪、滑水、冲浪、健走、竞走，
可以配合练习的其他拉筋操是编号064。OK， 我也做好这个动作。那最后一个。好。膝盖会比较紧。121页068，折腿后仰式股四头肌拉筋操。步骤：踩坐姿，双腿向后反折，让臀部坐在双腿上，然后上半身慢慢往后倒。动作诀窍：这个动作可能膝盖要向并，膝盖并拢吗？它稍微有一点翻，没有翻过。这个动作可能。然后脚掌是有重叠吗？脚掌没有。没有。没有。这个动作可能让膝关节承韧带承受过度的压力，不适用于膝关节疼痛及膝盖受伤的人。双腿向后摆。这个以前日本人会做。臀部坐在双腿上，上半身慢慢往后仰。这个已经太久了。以前是我是可以趴下来，对呀、啊，以前肩膀可以趴到地面，现在算了，我连坐都坐不下去了。那小时候的事。拉到的肌群，主要肌群是股直肌、股内侧肌、股外侧肌、股中间肌，次要肌群是髂肌、腰大肌，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髋屈肌拉伤、骨盆带的撕裂性骨折、尺骨炎、髂腰肌肌腱炎、大转子、滑囊炎、股四头肌拉伤、股四头肌肌腱炎、髌骨疼痛症候群、髌骨肌腱炎、髌骨外翻，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自行车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定向越运动。冰上曲棍球、场地曲棍球、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盘轮、武术、赛跑、竞赛项目、越野赛跑、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滑雪、滑水、冲浪、健走、竞走，可以配合练习的其他拉筋操是编号065。OK， 第十一章结束。其实它是第十一章，那你先关起来吧。好。他都是把大腿那个就是弯曲屈膝，一个站姿，一个侧卧姿，一个趴姿。